干嘛要这样嘛？真的，我让他这样已经很惨了，还要画这个。怎么需要想吗？东哥在，我们今天要讲笑话。笑话是什么？没有笑话最多了。来，帅哥，老板，讲个笑话给你听好不好？老板看起来不会笑。我问你哦，有一个机车骑士，对，他骑机车跌倒了，然后脚肿起来了。 请问他后来变成什么？他变成种族歧视。没有，还好，还要换人示范啊！太深了，你会突然想一下。我想讲一个，我看。四颗神奇的动物。 可以撩撩到笑，你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要记得。哎，Hello，帅哥，热狗，热狗的，热狗的可以啊。热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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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笑了，可以了，你要笑了，真好笑，不要笑，真好笑，谢谢。来分享笑话，笑话，动完再分享笑话，不同谁的感受，不同谁的感受，动完再讲笑话。来，我们的帅哥要说喽，我们的共玩要说喽，好，我要讲笑话给你听哦。有一个人，他看到一只鸡在海边，一直这样吹着风，吹着风，他说奇怪，他在干嘛？他就去问那只鸡说：“哎，请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要站在海边吹风呢？”他说。因为我是吹风机，有，他笑得很开心，他笑得很开心，给他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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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尴尬，你真好笑，对，那我们还在五美金，美女，来，对，我们是共玩的，我们是共玩，我问你哦。你知道两个，你知道为什么模范生特别容易被绑架吗？因为他一副好榜样。哎，有算有算有算笑吗？有算啊，有笑的啊？他不算，他是冷笑，他是鄙视的笑，鄙视的笑。那象棋里面哪一个最喜欢跟人家打招呼？象棋里面，很多笑是，因为是在哈喽。他没笑就笑，这个好笑哎，这个有好笑，有啊，这有吗？有啊，好了。哎，你问他果汁那个最长的果汁，对，名字最长的果汁，你知道哪个果汁吗？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，哇，他真的都不会笑，哎，他的笑太慢了啦。我一定要让他笑，我火了。不要了，行，可以。笑了。老鹰叫Eagle，两只老鹰呢？不是，亮狗。两只老鹰呢？不是，亮狗。哎，笑了啦！亮狗有笑了吗？要同一个人吗？要换，同一个人可以吗？好，换一个，好来。我跟你讲一个笑话，你知道什么动物最容易跌倒吗？不知道，狐狸，狐狸狡猾。完了，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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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太高了。小钟哥在笑，笑点太高了。笑点太高了，还有记事本呢，笑点太高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自然卷？为什么自？你知道为什么自然卷头发的人不能当警察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警察都是执法人员。有笑了，有笑了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有人没完？有人笑点很低的。那边呐，他一直笑啊，他一直笑啊。我问你，蛤蜊白酒了会变成啥？白酒蛤蜊，笑了，白酒蛤蜊有没有笑？
有了，有了，我在说话。隔离班球在说话。后面的，后面的，后面的，后面的。我先赞助一个，哈哈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问你哦，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在加油站帮人家加油？油腔滑调的人。哎，有有有。天子，天子，天子。哎，大家看朋友，加油啦！这边，这边，来来来，来。什么动物最怕热？什么动物最怕热？知道，答案是恐龙，因为他每次都。哈哈哈哈够了吧？谢谢谢谢。聪哥是葵花宝典，我是。聪哥的十年功绩都在这。我你哦，什么岛？什么岛最热？套丁岛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吧？什么岛最好色？你知道吗？色啊，把你扑倒！哈哈哈哈哈！还有这种的，喜欢这种的。